小块。夹个大蓝刀先了。我们先抹过去，然后就用这个海绵来。你再放去最后一球一个。放了，然后放这个饼头加那个，沾这个海绵，就这样。用完之后，我们就用点酒精清洗。把这个擦掉，我们用这个沾点饼头，就这样。干净了吗？我不知道是哪个。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啊。哦，我不知道拍哪里去了，拍错了。